凤凰古城在哪里？凤凰古城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的西南部，由苗族、汉族、土家族等28个民族组成，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，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，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。但是各种特色的民居、庙寺、馆阁保存比较完整，还有古色古香的石板街道。凤凰古城内旅游观光景点众多，主要有神凤文化景区、乌龙山风景区、北城蒙古楼、沱江吊脚楼、虹桥、祁梁洞、西门峡漂流等景点，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各具特色。其中的乌龙山风景区至今还保留着原始风貌，拥有众多的奇峰怪石风光。凤凰古城的各种小吃也是一绝，有历史悠久的凤凰凉粉、姜糖等传统美食，不仅营养丰富，还有清热解毒、止咳化痰的功效。苗家酸汤、菜豆腐、酸萝卜、米豆腐都是这里的特色苗家美食，还有凤凰猕猴桃、湘西板栗、凤凰腊肉等特产，